我咧讲，伊迄条拢是电视较济，不是？是安尼。是，然后伊唔知你无印象。哎。然后手机无关，就等下走离啊。真正要死。嘿啊！真正要死死个。哎哎！无无啦无啦无啦，卖甲骂。你回想诶。今仔食菜呢？哎呀，食菜在遐看小姐。点六点。喂，点六点，你等下麻烦你甲点一下好无？好好好。电脑啊，国考诶，迄较会调。用口的啊，口口是逐个空啊，哦，好，伊都空空嘛，我爱用乌的，我介意台这边的，用乌的，我你比我较用的，用乌的，我唔是十波人的专利吗？哦，看要金龟机，你不介意就是机，你倒是讲，另外一种乌啦，我这较短啦，我是讲啊，你较介意对机啊，总是介意的一机吧，那后边讲的啊，五机拢聊聊，我来，来哦，我真的足可爱哦，啊，你今仔日滚啥呐？就对哦，好短哦，哈，我蛮难哎，那个可能只能包到我这里，我的腰连腰都包不到，因为后面这样很性感，真的啊，屁股蛋有露出来，对啊，哎，我看一边的小姐，大家拢穿足短啊，咱这边的有两个经纪人嘞，咱这边的较少人咧露屁股蛋的，嘿啊，一边拢那个腰穿伫遮，然后露出来，是安尼，你嘛足性感的啊，对吧？嘿啊。本来出来就我提前收完呐，哦，所以的，我提前了，有较短就安尼是较多人较爱看嘞啦。其实我嘛最爱看志向，就讲我裙啊安尼，我着我的质量嘞，安尼好安尼好吼。上好是后壁搁挖空，再搁挖几空的，较通风啦。哎，真了有热呢。热着，出热，啊不你下当第一条就卖穿衫出来。无啦，安尼想一只吧。他们讲较爱直接的呢，安尼感觉会较好呢。感觉，安尼有较好哦。感觉较好，你试看卖。好啦。别人无安尼做，你会家己突破。啊？突破啊！真啊个。我你着出红的，各场拢知。明仔日来，我你讲先。对哦，我台北的朋友嘛来伫遮呢。哎，我以前台北的朋友啦。好。朋友朋友朋友啦，但是看到我看对较无熟悉，不是？来哦，谢谢你这么远来来看我们的军人哈，真正袂歹，我叫你母猪啊，飞天大母猪哎，无啦，其实是真可爱的啦哈，来祖母啦，不是母猪，是祖母哦，我是母猪哦，你咱两个同款的，只是字无同，哦，要换一个了，都变啦，对对对对，继续给你唱歌，谢谢谢谢，来谢谢好朋友的颁奖。哦，不要有这个蓝色的包，啊，你徛你徛这下翕一个不？这敢会使？我是讲叫老师甲拆掉。无你你来大卡好，哎，不是，无啦无啦。老师是打开后呢？哦，好啦好啦好啦。无无蓝光的就对了，蓝光的哦。这里这里可以。老师麻烦你，你刚换红色了无？莫用蓝色的，照着面感觉惊惊，不然是。惊惊，哦哎嘛，无啦无啦，因为摄影拢较专业啦。嘿啦。你有诶光会影响迄落。面相，面相，靠，尤其是生苗面相，就是那个光不好打。面貌啦。对啦，啊，反正挂口罩嘛，拢挂无嘛。对呀。因为你脱口罩啦。对呀。脱口罩，现在都无法度吼。来，啊，你唱歌，来《香榭大道》。好，给小朋友们轻松的歌曲《香榭大道》。我脱口罩者。你在对我唱吗？哎，真的很闷哎。对啊，不舒服。来香榭大道，呜！别跪下。哦，老师，你是这样专业的，我帮你给你答案来着。老师，感恩你，谢谢你。浪漫的街头，奇怪的街角，描写这些人春秋。春秋，华丽的诱惑，香榭大道的传说，细节写在心里，起落。香榭的迷惑，城市的闪烁，哪个你还能逃脱？大道的尽头，爱人的诉说，大雪会怎样困守破？我等的爱怎样抛开那孤鸟？好卡，你妈的！我把你搞疯。我遇到快乐的，我随心情要走，像鸟飞的自由。只要咱拢够爽的，你看嘞。咱们加油去！浪漫的街头，奇怪的街角，挑战着谁人春秋。华丽的诱惑，香榭大道的传说，细节写着心里起落。香榭的迷惑，城市的闪烁，哪个你还能逃脱？大道的尽头，爱人的诉说，有什么怎样很守候？我的小孩。
放，跑出去。